Peter 就讲啦，阿伯母，你照顾一个小朋友真系好唔容易。第二日佢约咗我咧，就去佢屋企，我系同我个仔嘅同学发生嘅关系。今次我同 Mika 嚟到享受性价比极高嘅 SPA，除咗按摩之外，佢哋仲有少有嘅踩背，仲有泰式嘅拉筋啊！哇，你想知有几弹，记得睇到最后啦！欢迎收睇《港男港女》，我系 Hanky 神，我系 Mika。系咁啊！细个嗰时咧，就即系见到好多人哋嘅家长，哇，有啲好高大靓仔啊，咁样嗰啲，会唔会有啲哇心动咧？咁样？我好似冇遇过高大靓仔嘅家长，冇啊，即系咁惨，全部都系叔叔，系系甩晒头发。未到，唔知啊，我而家对佢哋印象好模糊啊，就系、是、一个好模糊嘅。哦，你唔记得咗啫。但如果系你高大靓仔，一定记得嘅，即系哦，我唔记得就代表佢唔系啦。佢一定唔系，即系冇呢啲咁嘅事。哇，你咁多个同学冇过掂噶？一放学，小学啊、初中啊嗰时，一放学好多家长噶嘛。冇见过一个正常啲嘅咩？因我为唔我后来转咗去一个系坐校车嘅，系咁所以我其实见唔到佢啲家长，因为我哋全部坐校车咁逐个落噶嘛，可能佢系啲即系嚟接佢啊，剩嗰啲，所以就少啲。系啊，哦咁样嘅。我觉得有啲家长系好 OK 嘅，女仔有嘅，即系妈妈有啲后生系有嘅，真系几唔错嘅。嗯，但系啊，keep 得男仔好啊，好嗰似啲少系系。咁啊，男仔接送嘅系啊，就男机家率长又接送少嘅咯，系咯，系咯，系家咯。长，咁我嗰阵细个嗰时都有啲系几，哇，好靓啊，佢妈咪咁样妈系，咪嘅几率大啲系嘅，系啊，啊，系啊，系啊，尤其细个嗰时，咁佢哋可能都系再后后生生啲啲，啊可能得嘛，30零咁样，咁其实都 keep 得几好系啊啊。嘛。咁啊，今日咧就同呢、這个吓、啊、家长小朋友有啲关系嘅，咁我哋。揾啊女主角阿皮皮啊呢位女士嚟嘅，佢 Hello，又发生咗啲咩事？皮皮Hello，Hello，系你好啊，咁啊你个故事系点噶？我系同我个仔嘅同学发生嘅关系。系你个仔几大啊？我个仔读紧中学，边一级唔讲啊？系系咯，系即系但系比较大少少嘅，即系唔系嗰啲初中咯。系唔系初中哦，咪高中啦，即系好明系白啦，明白。系啦。咁啊，咁你本人几大啊？我就40几哦，咯，系，我系咯，都唔系好想讲自己年唔龄。紧要，大概得噶啦，大系概得噶啦，四十系几都差唔多啊，啦，系啊，系哦，啊，即系系话对方十几啫，中学啊嘛，冇理由二啊，系十啊。啦。系咯，我想知你个过程都无啦啦会发展到咁系咯，你即系一早有预谋啊？定系佢俾 offer 我，咁我接收嘅啫，定系点咧？你讲下故事啊？你同佢点认识先，好嘛？咁点认识就系佢哋早排就测验完啦，我仔同埋佢两个，同埋佢两个朋友咧，就上嚟我屋企咧，就谂住啊嘅。我记得咧，系食完夜晚之后嘅时间嚟嘅。咁佢哋各自就喺屋企食完饭就过嚟啦。咁因为第二朝系星期日，咁大家都可以玩夜宵宵啦。我个仔咧就系有一部 PS5 嘅，佢哋轮住玩。咁我见佢哋咁开心，咁我咪一齐同佢哋。即系坐喺佢哋隔篱，咁啊倾下偈啦，顺便了解下我个仔咧身边嗰啲同学系咩人。咁其中一个堂仔咧就比较特别啦，就叫佢 Peter 啦。咁 Peter 佢以前细个系大陆嗰啲落嚟嘅学生嚟嘅，所以咧佢系大我个仔一年嘅。佢嘅谈吐举止啦。又家教又好啦，又斯文啦，而且思想咧都几成熟嘅，而且最重要就系佢系好高大嘅，咁就感觉咧就好英伟，跟住个骨架咧又好粗壮啊，
咁啊，都大隻嘅，佢有啲肌肉嘅，佢块面仲系有少少嗰啲须根，即系黑黑实实咁样，系真系好似一个成年男人。其实佢唔系暴逝咗一年，佢暴逝咗五年，会唔会啊？佢已经24岁啦，会唔会啊？佢应该唔系啊，真系应该唔系。人哋差咗年嘅啫，即系可能。佢而家又有须根，又高大黑实实。喂，有啲人系咁噶，佢18岁同佢34岁个样系一样噶。我都知。仲有，我想讲咧，佢系有啲似嗰个周恩廷啊，我唔知道你哋识唔识。哦，见到啦，见到啦，见到啦。但系佢冇咁。冇碌阿 YT 咁成熟嘅，即系佢睇落去细个少少啦。嗯，我明啊，我明啊，嗰阵味啦，系嗰、那个即系眼行 feel。系啦系啦，系冇错，眼行子，眼行系啊系啊，好能够保护我强健嘅臂弯揽住我。我好难想象，如果18岁有个咁嘅男仔喺度，佢应该风云人物嚟噶嘛？咁唔系嘅，佢加少须根，我唔知道，同埋佢五官系咪真系咁样啦？咁同埋男仔都要打机嘅，你唔系靓仔就唔使打机嘅。我意思系佢应该系风云人物系嘛，应该都几多女褛啊？反而肯定我唔肯定，因为我都系啱啱叫做接触我个仔嘅嗰啲同学啫。咁佢即系虽然话即系佢似阿周恩廷啊，即系好 man 咁样啦，但系其实始终佢啊真系20岁都未够噶嘛。嗯对我嚟讲都真系只不过系一个小朋友。但是的确我承认我系有即系留意佢嘅。初头呢佢三个喺 sofa 打机嘛。咁、我呢就喺 sofa 后面就睇佢哋玩游戏机啦。后来 Peter 冇想玩，因为得两个手掣咋嘛。咁呢佢就会专登呢就绕个 sofa 就同我一起坐。嗰阵时我系有少少小鹿个心系卜卜卜卜咁，小鹿乱撞，系啊，小鹿乱撞，系啊。你哋坐有冇倾偈或者剩嗰啲咧？有嘅。咁我讲埋咧，就系、是、其实我有少少惭愧嘅，因为我个年纪都比佢哋大成一两个圈噶啦，40几啊嘛。系啊。佢哋先10几岁、我自己都仲喺度混乱紧，究竟我喺度做乜嘅时候咧？阿 Peter 就讲啦，就话你阿伯母，你照顾一个小朋友真系好唔容易，你养到个仔咁大咧。我都话佢唔系10几岁啊，10几岁点会讲啲咁嘅嘢啊？30岁嚟紧啊，佢系咯，好似一个。系啊，20岁都唔会同我讲呢啲嘢喎，真系30零40岁嘅先可能同我讲呢啲。系啊，起码要30岁个智慧先知道乜嘢叫臭仔，咩叫臭大个小朋友，咩叫佢知你系即系你系自己带你个小朋友咁样嘅。其实我有系喺度噶嘛。系咯，你先生系咩？我系有老公嘅。哦，咁点解佢会无啦啦弹呢句嘢出嚟？咁但系无论有冇老公，大大个仔都唔系容易嘅、啊。我同意嘅，但系因为好怪啊嘛，呢、這个十几岁，十几岁讲系咯，同埋因为你有老公，你明唔明？即系如果你系单身，我理解点会弹呢句嘢出嚟，但你有老公、啊。我老公就系就喺屋企嘅，因为佢成日咧就出差。哦，明白明白，系，嗯，系。好，咁跟咁我讲翻啊，佢话你真系辛苦你啦，阿陈太，咁啊大大个仔都唔容易，佢就话使好多钱嘅，啊跟住咧，嗰下咧我系俾佢打动咗，而且佢讲完之后，突然间咧只手就摆喺我哋手上面，想安慰我咁样。嗰阵时咧，我系即系着住嗰啲。屋企嘅嗰啲长裙啦，即系师奶裙啦，跟住翘脚咁坐嘅，咁我哋手度啱啱好就放喺自己膝头哥上面啦，咁啊扮晒好优雅啦，佢就搭喺我哋手上面，搭完啦，仲望住我就笑咗笑，即系有嗰个好甜嘅笑容啦。哇，好诡异啊呢单嘢！
好觉得，我都觉得我冇。由佢开场白开始，我已经觉得再搭只手，俾人上咗身啊！再搭只手上，上佢只个大个大髀个膝头哥，跟住报以微笑，好诡异。我好似中咗降头咁咯，俾人攻破咗，好似已经俾佢系啦。我妈妈好容易俾呢啲公婆，因为妈妈永远都做紧一个角色，系问紧人哋点啊，你有冇咩需要话我俾你啦咁样噶嘛，所以大家会忽略咗妈妈其实系好需要人哋问下佢。佢都系人嚟嘅，系啦，佢软弱，佢嘅感觉系乜嘢咯？即系一旦有人问妈妈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心里面已经系冇咗围墙，已经俾佢公婆已经打冧晒。咁之后咧，我就攞只手去回应佢，我就。叫做 cross 拖佢手啊，即系我就忍住就捉住佢只手。你指尺之隔就系你个仔咯。唔系唔系，问题佢哋唔系第一次见啫咩？系咯，系啊，系啊，好快啊啲剧情。我哋其实拖咗唔系好耐嘅啫。唔系，但系你见咗唔系好耐啊嘛？系呢个问题。你饭都未食过、啊，你拖住一个唔系话咩咩邻居啊，或者你嘅同事，你拖住一个你第一次认识你个仔嘅同学、啊。同学。咁我想知佢，你拖佢嗰下，佢有咩表情啊？佢暴以诡异嘅微笑，系咪咁？冇啊，佢就拖住，但系佢冇望我嘅，佢就继续就望住佢哋，佢即系我个仔同埋朋友嘅打机嘅个画面咯。哇，真系好诡异啊！呢件事，我要听完似鬼故啊，点算咧？跟住唔系可以唔系鬼故嚟嘅。喂，佢好，跟住你继续啊。我哋拖咗五分钟左右啦，佢就俾人叫咗去打机嘅。嗯，佢有一有机会即系冇打机咧，佢都会翻埋嚟我隔篱咧就拖我手。喂，你够唔够胆啊？你就算你后你细个嗰时、如果啊嗱，即系当然我就冇 exactly 遇到咁样嘅机会啦。喂，小朋友可以，但其实但系个男仔自己主动先噶嘛。即系头先讲，其实佢见到个家长，即系对方个妈咪系喺度留意我，眼金金望住我，而我 get 到个 signal 嘅话，我觉得我嘅胆量会大咗咯。即系你都觉得你可能够胆去做呢件事？会噶，会噶。哇！嗱，如果人哋好地地咁样，人哋就即系好普通噶嘛，系夫妻和睦咁样，欣欣向荣咁样，你无啦插入去叫咗人哋啊嘛，咁我真系唔够胆，要好大嘅动能先得啦。就算对方有几靓都好。但系唔系，佢对我都好似有啲爱爱妹妹咁样，有啲留意我。嗯、但你唔会谂到人哋个 friend 嘅妈咪嚟嘅咩？如果我系细个嗰阵时咧，我会将呢个责任交俾佢咯。你系大人嚟噶嘛？你帮我谂埋啦，即系会唔会俾人发现啊？你帮我谂埋啊！我十几岁啊，我系咯，你我唔识出轨噶，我唔识噶啲嘢。咁系咯，咁皮皮你嗰下你有冇谂过？哇！呢佢系咩身份呢一件事咧？系咯，都系开始有嘅，佢坐埋你，一开始坐埋你嘅时候，我系小都变咗乜？嗯，我嗰阵时系真系有惭愧，但系到佢讲完嗰句照顾小朋友真系好唔容易啊！你养到个仔咁大，背后一定好多心力啊！我就已经我系越嚟越少咯，呢种感觉，即系变咗佢好似唔系一个唔系嗰个角色啦。我系啦，佢就变咗一个关心我，一个识得体谅我嘅一个人咯。我哋去到后期啦，佢坐埋嘅时候咧，有一次咧，佢系就喺嗰个梳把后面咧，就接吻咗一下。哇！边个接边个，定系点啊？系我啊！去主动嘅。呢个 Auntie 真唔系讲笑，屌！虽然我知话好多人结咗婚之后，有啲年期就应该冇乜亲密嘅互动啦，咁样。喂，但系呢下都太大胆啦，哥！你唔惊？你知道有阵时嗰啲芒嗰啲嘢噶嘛？佢无啦有忽黑咗嘅时候，系啦，反影出嚟嘅，你明唔明啊？见到你后面发生咩事了？我哋后来咧又讲翻呢件事嘅，咁但系系冇嘅，即系冇睇到咯。之后佢哋玩完啦就走啦，或者啲二咧就问两个同学仔就攞电话
一开始其实就咁多 message 啦，但系之后我就忍唔住咧，都系咁 send message 俾阿 Peter， 咁啊同佢倾咗好多偈啦。之后第二日佢咧，因为系星期日嚟噶嘛，佢约咗我咧就去佢屋企。佢屋企咧咁啱嗰日系全部屋企人都唔喺度嘅。喺去嘅过程咧，我都紧张，有好多嘢谂啊。咁但系你喺去佢屋企之前啊，我唔知呢、這个都顺便问阿 Mika， 即系男仔约你去佢屋企，而又知道佢屋企冇人呢一个条件、嗯，其实你系咪预咗会有失身嘅事件发生咧？定系哦，我唔一定嘅。都大机率啊嘛，其他嘢可以喺其他地方做，系即系好多地方你可以去啊，唔一定去你屋企噶。系，所以去男仔屋企其实。就有九成机会都可能会有失身事件。因为做乜叫你去饮杯茶、饮杯咖啡，睇我只猫打关斗啫。系啦，咁所以嗱，都问一问皮皮你，你系咪去嘅时候已经有九成嘅机会知道系会同佢搞埋噶啦？系，咁99%。我比较想知道你哋倾偈倾到啲咩咧？其实就系好似情侣咁咯。好似我翻返去细个同一个学长倾偈，哇！嗰种感觉，哇！都几浪漫喎、啊，感觉。我唔知啊，我到而家都系觉得呢一件事好匪夷所思啊！我系家长，我就唔系够胆咁够胆去呢间屋啦、啊。你谂下嗰间屋，如果我系同学仔，就算女同学去咗男同学屋企。我成咬都唔认，我上嚟温书咋嘛，做练习囉。咁、啊、但係你作为一个家长你去咗对方屋企。唔通帮佢话我帮佢煮嘢食咩。佢囉。係呀。水洗都唔清㗎嘛。而且呢件事就係头先我所讲啦，牵涉两边家庭同埋牵涉学校。嗯。学校知道呢件事都好难话唔处理㗎嘛。係你就係因为嗰下嘅棘着咗，你就成件事你都。咁大胆，咁 crazy 嘅，咁疯狂，系咯。仲有一点嘅就系，我觉得好刺激啊！即系你人生而家嚟反叛期咁解？佢就系要呢份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系啊，所以嗰一次咧就冇发生嗰啲，即系佢屋企人翻嚟啦嗰啲嘅。我哋系有做到嘅，我未试过，我咁多年啊。我未试过人哋有一个人可以俾呢一份满足感，佢唔只系性嗰种满足感，而且佢系满足咗我好奇心啦。呢一件事令到我好似翻返喺我细个嗰种感觉咯。佢真系劲啦，即系好有干劲啦，同我老公系争好远。系，咁你老公都四廿几啦，咁啊同个系啊。十几廿岁又唔同嘅，但系 YT 我已经叫佢 YT 啦。anyway 啦，啊，但系 YT 佢系，你觉得佢系都几有经验嘅，即系可以 lead 住你去做一切嘅。呢个衰仔咧，佢唔系主男嚟嘅，所以佢系后生啦，面有经验啦，亦都满足到我啊。嗯，你有冇问过佢点解？都咁大胆去同同学嘅妈咪咁样咧，问咁多做咩啊？哦，我都咁大胆啦，系啊，即系点解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先？即系大家好放飞自我，既然满足到我呢个年龄，我唔会再有呢一啲机会噶啦。几有启发？你又想捉住啲咩机会咧？唔系我冇，而家我冇手上冇呢个机会系嘛？有我话俾你听嘅，但系人生就得一次嘅啫。咁我以前好想拥有嘅机会，你唔好理我系男人定系女人，定系好想追住一个升职加薪嘅机会，定系突破自己能力嘅机会。过咗十几廿年，俾我今日遇上，咁我应该同你计较呢个道德，定系我真系要捉住呢个机会俾我试下得唔得？唔系我个立场咧，就当然觉得个人选择系冇问题噶啦。系，但系我就真系好担心你个仔咯。万一有一日你个仔真系知道，佢又点面对佢身边嘅人？到时佢知道咧，我一样我会讲翻说话，甚至乎我会同佢讲，有机会我会自己同佢坦白，
我真系觉得你等佢有一次嘅情感经验之后先同佢坦白，我觉得会好啲啲。系，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嘅。你而家呢个 situation 啦，老实讲，即系唔好话同个十几岁嘅小朋友讲，同我讲，我都你都要好挣扎噶，唔系咯，都要好难接受，都要啲时间消化。一定有大把观众等住闹你，而家揿定个 keyboard 准备爆粗噶啦，你系咪人嚟噶？你有冇谂过你个仔啊？你有冇谂过你老公？有冇谂过你家庭啊？你谂唔谂？你知会害咗间学校噶？你呢单嘢唔好话俾我听爆咗出嚟，学校冇关系啊！你同你隔篱个邻居出轨咧，学校真系唔会理你。你搞咗人哋个小朋友，学校有冇可能唔插手啊，大佬？同埋仲有对方家长咧，系啊，我真系觉得你个仔好难做咯。咩事啊？你搞我仔啊？系人哋个家长搞我仔喎，而家。你真系求神拜佛咧，喺你仔毕业之前呢件事唔好爆煲。系啊，一爆煲起嚟咧，你个仔万一佢唔系咁开明咧，佢会憎你啊！我好惊系咁啊。其实佢有同我讲过，就系佢都明白。我永端而家同我嘅关系，我都有同佢坦白过我老公同我嘅关系。佢、大少少，我可以好肯定话你听，可能九成咧，佢系明白嘅。我唔知啊，我觉得难啲咯。阿妈，你搞我 friend 喎。系啊，呢、這个系啊。以往呢就算你话去到乱伦呢都有佢嘅即系所谓嘅原因理由啊，乜乜乜乜啊，你话佢系借口又好，原因又好，咩都好啦。我都理解，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起因，去有原因、有动机去做以上嘅事。咁我都唔排除，我都觉得你系有呢个动机、有呢个原因去做你而家呢件事，就系、是、同我仔嘅同学就搞上咗，系、有你嘅原因嘅。姑勿论呢个原因，大家系咪支持你？但系咧，今次我即系兄，其实我咧就有少少嘅分别，就系、是、我都劝喻你咧，就不如就早啲。完结咗呢一个关系，因为呢一个关系嗱，譬如话我兄会乱伦，系咁我同我阿妹咧就或者我家姐咧就乱伦，咁呢个我两个自己嘅事，即系唔涉及第三人，你可以咁讲啦。咁当然我嘅父母知道咗，一定都会爆炸嘅，咁、但系牵涉人相对比较少，我家族自己一家人自己爆咗咪算咯，系咁。但系你而家牵涉嘅人咧，实在系太广，我一影响实在太大啦。即系好似佢计时炸弹咁啊，几时会爆啊？嗰种感觉爆好多人要死喎、啊、呢度。你谂下啦，嗱，好简单嘅啫。我同 Hanky 咧日日听咁乸多个故仔，我哋听咗几多集话，我喺七百几集，你听咗七百几集，我听咗几廿个故仔，我哋两个反应都系咁。系啊，你就谂下你个仔，佢冇听咁多故仔噶，佢嘅、反应系啲咩啊？系啊，以上嘅所有持份者咧，我估计冇一个会原谅你噶，你老公、你个仔、对方嘅家长、学校。咪最惨系咩啊？你系。年纪大啲嗰、那个，所有嘅过错都会喺你度。系啦系啦，系你拐咗我仔，系、你教坏咗我仔，好、难明噶呢单嘢，系得你明嘅啫，好冇？咁啊，希望可以好帮到你少少啦。虽然你觉得冇问题，不过今次就调翻转，我哋主持人觉得真系有少少问题。我好担心你个仔，系啊，好冇？好好好，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揾到个好嘅解决方法啦，好冇？多谢你先，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哇，成个故事都令我觉得好诡异，无论系个 opening 到妈妈嘅反应，我都觉得，哇，究竟大家呢一年咩事，有冇啲桃花劫嗰啲感觉，你明唔明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多时感情呢样嘢好难讲嘅，真系唔系 QQ 都明白嘅，哦。我哋去拍拖或者求爱都唔系嘢嘢都好理性嘅，唔系我明就系有啲嘢棘中咗就棘中咗，理性啊！但系成件事真系无论个开场白，好似俾人想个唔知佢又太成熟啦，个学生、啊、学生哥，跟住第二日就约你去佢屋企，呢个我可以接受。既然我都同你挞着咗有一个，但十几岁嘅时候你就已经谂到第二日要去屋企噶啦。你个胆量会去到呢？仲要嗰系一个你要睇佢哋妈咪，要睇佢哋嘅 conversation 嘅对话有冇去到边个位咁样？有冇去到咁 deep？ 好啦，咁啊，多谢皮皮佢嘅故事啦，相当难明，但系亦
算精彩。咁大家如果有啲咩话啲咩家长学生嗰啲咁嘅关系九九前前呱呱菜菜，即刻同我哋汇报或者分享你嘅故事，快啲 WhatsApp 我哋，我哋下集再见。拜拜。拜拜。Mika， 你上次就带我去按摩啦，咁啊几好啦 ，OK。咁咧今次我请，我带你去。咁大方。咁咧我哋系嚟踩背嘅。唔啱我，唔啱。喂仲有个露营风格的休息区添，打卡一流啦！仲好贴心咁准备咗按摩专用嘅衫俾我哋替换。而佢哋最大嘅卖点就系呢个大荧幕啦，可以一边睇戏一边按摩，你话系咪好叹呢？另外佢哋都有三间嘅淋浴间，睇落都干净企理，咁就可以冲干净个人，就去享受精油按摩啦。各位观众，我哋 Mika 姐姐咧已经咧就系嚟到呢度准备踩背啦。会咁快瞓喺度？系啦，好快噶，时间关系咧，佢已经瞓咗喺度噶啦。咁咧，我哋咧就望到佢嗰、那个系啦，好惊慌啊！我想问，就是会不会他这么小，会不会踩断的？不会的，不会的。你怎么知道？踩我了。也是依托自己有控制的哦，踩这个脚板底。他会不会太瘦了？踩背来说，不会吗？哦，哇！你在表演吗？你在表演吗？你认真按摩可以吗？你这样，我觉得他在我上面玩紧，好搞笑。哇！嗰下好喘，好似觉得人喺我上面溜冰。咦？你未死噶？我就想住。你仲喺度？我而家嘅感受系未讲到嘢。好啦，嗱，而家踩 pat pat 啦，讲到嘢啦。好酸啊！佢踩到一啲位置。哦，好酸嘅喎，哦。踩得中啲位。哦，踩得中嘅。好搞笑啊！佢好似真系喺度溜冰嘅。系咯，我都觉得佢似溜冰。我觉得有少少似跳舞啦，是不是在有点像在跳舞，在表演？对，很多人说我是在跳舞。你也觉得在跳舞啊？但我想讲咧，啲位系真系松，系松咗嘅。我踩背基本上就是除了头，全身都能踩，是吧？即系你 feel 到佢系有个力度喺度，就啱啱捧住都算。嚟吧，美女把手拉上来踩一下。我手已经疼。哦，踩手啦，今期。个手系会完整吗？会。哦，即系踩咗啲有即系有啲劳损嘅话。好，即刻访问下你先。乜嘢感觉咧？请问。即系你完咗系觉得松咗好多嘅，系啊。首先系唔会冇呃我嘅，同埋我个人完整嘅，而家冇事，冇甩骨嘅，唔会将你踩扁咗嘅，虽然你好细粒。我嗰师傅就嗰个力度系好准嘅，系即系佢会知道你大概可以承受到几重啊。怎么知道他能承受多重呢？因为你的力道很刚好，是我自己掌控的，他可以轻也可以。哦，就看对方的承受能力。但我刚刚是承受的正常的吗？还行的，对不对？还行的力度。出了多少成的力量啊？你的成名了啊？出了三四成吧。三四成。快了，对我也极限了。都听其实咧，试下。我都試下 SPA， 係嘛？哦 ，SPA 係最出名。哦 ，SPA 啱女仔啊，係啊，我試下睇睇先啦。我們的精油呢，有四款精油，包括這裡有茉莉、玫瑰、
艾草跟薰衣草这四款精油，这四款精油呢都是我们一个自己私人定制的一个精油啊，一个啊进口的一个精油，进口的，对，哦，我闻一闻先啊，对，这个茉莉，哇，茉莉好清香喎，对，系玫瑰，玫瑰稍微浓一点，啊，好浓啊，对，玫瑰浓啲，啊，可能咧就系女士啊，艾草。艾草系咪有啲中药成分？对，啊，有成分，它就带着中药的成分，啊，这个是祛湿的，啊，祛寒的一个，对，薰衣草，啊，薰衣草经典啦，啊，对，啊，我介绍一下，它按完过后，第一个皮肤它不会粘连，按完过后身上是很滑的，哦，啊，不会黏黏粒粒，对，不会黏黏的，好爽嘅，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咁啊，有冇分男女会用边个多啲咁咧？相对来说，男性的话用薰衣草跟艾草比较多一点，嗯，女性的话用这个玫瑰跟这个茉莉，比较多一点。啊，那我用薰衣草啦，呢，這个都可以的。好的，香港人好熟悉啦，薰衣草，好就用薰衣草，唔该老板。好的好的，这边。啊，我很加火啊，那个精油。对对。哦，就加热。嗯，加热，等一下推比较烫劲诺一点。哦，好。哎，为什么做 SPA 以前先按背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按松了，我们再推，它的效果比较更好一点。哦，好好好。力道大小你随时可以提啊。哦，好，不错，现在不错。哇，热热暖暖的。对。嗯。帅哥，你的湿气重哦，看你的皮肤，你看我这轻轻推一下都红了。哦，就是湿气重的。嗯，对。师傅服务都算周到，过程仲问我力度合唔合适啊，舒唔舒服啊，仲要由背脊一路按到落脚趾尾啊，真系成个人都松晒。蒸汽眼罩，哦，会发热的。然后，哦，蒸汽眼罩。啊，对对。哦，它会减那个眼睛的疲劳。哦，哇，要啊要啊，香港人肯定眼睛肯定疲劳。好，没疲劳不是香港人。那我先给你按下眼睛。好，谢谢。哇，我眼睛呢，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好幸福啊，因为咧从来都冇人帮我按下啲眼耳口鼻嘅，我觉得咧咁样按一按咧，按啲眼耳口鼻啊。按块面咧，仲舒服过按手脚。从来好似十年嚟咧，都冇按摩过块面。哇！有人按一按好紧要吓，系。那以后要多来哈，多给你按一下。啊，哇，这个行哦。这个力道可以吗？非常好。我感觉按到我脑袋里面去了，这个成个脑袋好似都俾佢揿入去咧。听一下啊，我给你按下三叉神经。这个是肝胆区，肝胆经的反射区，比如睡眠不好的人呢，多按按这里，它都有好处的。哦，咁啊啱晒香港人啦。大家可以看看我已经在度浸紧我的玫瑰牛奶的熟肉。即系如果你是香港人啦，成日对住个电脑啦，啊嚟呢度浸个脚。再按个头咧，咁，哦，我就觉得哇，你就一天都干晒嘅。好，咁跟住落嚟咧，就到真系要按脚嘅部分啦。佢仲要帮我消毒埋只脚喎，好仔细。小姐，这是什么？这是油吗？哦，这是按摩膏。哦，按摩膏。你们这是推的，是 SPA 的那种按脚，对不对？也是会按脚底吗？哇，我好害怕，我会觉得很痛啊。你有看过一些客人会不会真的一直在叫？肯定我们会亲你。哦，亲啊，你们会迁就他就对了。这个包就是让我脚比较滑吗，还是怎么样？是不让他受凉。哦，不让他受凉咯。哦，那个咁样包围，我哋嘅保暖啊，包围嘅保暖，因为可能佢有油嘅关系咯，所以其实唔系好大，唔会痛嗰啲感觉咯，系舒服嘅。第一次觉得连脚底按摩都咁舒服啊！师傅好细心啦，连脚趾都帮我按埋，真系由头松到落脚趾尾啊！再配搭埋呢个大荧幕睇住嚟按脚，真系劲者！而家咧就系泰式按摩啊！哦，
已經比我想象中的泰式按摩呢就啊容易接受一點、啊、泰式呢就會將那些筋骨呢就更加推得極致一點極端一點、啊、中式呢我覺得呢好像我這些有一點啊強調即是肌肉啊這些呢可能就不夠哇泰式就真的好不同啊哇呜、咁啱啱呢招呢我幫佢起個名字叫做 Skydiving 哇、哦、這個還不是 Skydiving 我跳過啊哦哦哦基本上呢我覺得是呢他呢嘗試著這個人體極限其實每一招每式呢他都是呢挑戰著我的這條筋和肌肉的極限來了、哦哦、巧妙的地方是他剛剛好沒斷到我真的想找一招是简单一点都找不到嘢嘢都咁哇我试完这个泰式拉筋之后我觉得如果没试过呢不要成日拉即按中式泰式呢都好犀利嘅尤其是如果是筋骨比较紧呢反而我觉得应该要拉松咁啊尤其是男士啦咁啊即係冇乜拉筋呢应该要试一试你头先见到几个人㗎啦係唔错按摩完之后呢你觉得整体如何呢哇松晒呀成个人即係姐姐帮我按脚喂真係由头到尾啊我冇一塊有 miss 过我好完整㗎你喺度浸緊脚嘅时候呢我呢就去咗呢个泰式啦嗯点样泰式我嗰时间喺度冇丝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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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咗之後就準備食物嘅。佢話有雲吞啦。雲吞呢、這個係呢個類似撈面嘅，佢話車仔面。哦，車仔面。跟住咧嗱，水果呢啲嘅免不了啊，仲有餅乾添。係。咁有三款茶，呢個係羅漢果茶，仲有咩茶啊？仲有菊花茶。係。係啦，同埋蜜茶的。蜜茶嘅咁樣簡單。即係如果有啲人唔中意食飲凍嘢，但我就中意飲凍嘢。汽水咁樣即啱曬。你女仔唔係唔飲凍嘢啊？而家啱啱又即係要按摩啦，要浸腳就為咗可以入洞。哦，咁又唔客氣喎，試下咯。如果自己嚟講咧，自己煮嘅嚟講咧，就十分好啦。啊，我雲吞呢個係入，因為佢裡面有啲嗰啲叫冬菇啊，即係啲煙煙韌韌感覺幾好味。啲冬菇啊，同埋有啲香味。咁啊，仲有甜品添喎，呢個雙皮奶真係唔錯。你只是看我，雖然我未吃，雖然我告訴大家，跟住仲有布甸，係，芒果布甸，呢啲唔係佢嗌外賣啊，佢哋自己整噶，嗯，係咪佢咩杏仁嗰啲 friend 嚟啊？唔係，但係咧，我覺得佢好 sweet 啊，佢個味，哦，好 sweet， 即係女仔中意咯。芒果咧，芒果布甸得唔得咧？都 OK， 芒果咧就唔係好甜，佢略淡少少，咁啊加啲柠檬茶。咁啲啱女仔食啲咯，系咯系咯。今日帶你嚟踩背，嗯，冇錯啊，啊真係冇錯嘅，又唔使驚嘅，即係突破嘅諗法嘅，係啊，我個人完整嘅嘛，係啊，價錢又好實惠，嗯，陣間睇翻我哋下面列翻啲價錢表，大家知道啦，都幾抵玩。我哋香港捱生捱死都係要。享受一下啫，咁啊過嚟享受一下咯，又近地鐵站過嚟先五分鐘。佢係咪有話幾點之後有啲 exactly 係咪啊？我咧就唔使出去噶啦，過咗11點之後咧。
如果我哋按摩係超過80分鐘嘅話咧，就可以喺度過夜嘅。咁所以咧，我哋已經按足曬時間㗎啦，因為頭先試咗好多嘢啦，我每人都試兩樣嘢。咁咧，我哋咧同埋 Cam Man 哥哥姐姐咧，就喺度過夜啦，過夜啦。係啦，咁啊，第二朝先翻香港再次奮鬥。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佢哋價錢都算好實惠，最便宜188就做到60分鐘嘅 SPA， 做埋會員充值，仲有更多優惠添，性價比都係算高啊！如果你都想過嚟按摩咧，咁就可以喺羅湖過關，搭地鐵去國貿站 B 出口，揾陽光飯店 B 座，嗱見到潮江春呢個大招牌，玻璃門行入去撳 lift 上四樓，就見到卡西美噶啦。以上的节目是经过删剪的，如果大家想看足本版的话，那就要快点加入会员啦。加入会员之后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TG Group， 里面有2000个朋友仔和你一起聊天，还有分享过故事的主人翁都在里面的。哇，那现在快点订阅和加入会员啦。